我们今天来这家吃早餐，我朋友说好吃啊。你要坐外面要冻死了呀，我要进去里面坐。哎，这家蛮大的哎，这家环境还不错。我们点了两杯拿铁，老黄的是加的是就是正常的牛奶，我加的是杏仁牛奶。老黄点了这个，然后我点的是这个 rabbit， 然后我现在再想点一个甜点，甜点是这个。苦的，自己加糖。哦。这个糖甜吗？还好。够了。这糖怎么融不了呢？因为那些奶粉在上面。这是老黄的，然后这个是我的。Any pepper hot sauce today? 你要 pepper 吗？ Oh, no, it's fine. Thank you. 啊，这个好可爱。老黄说我干嘛要点那个甜点，他说这两个是不是长得一样的，就上面多了 几个小东西而已。是吧。反正我每次点的东西每一次都中招。你看这个鸡蛋，嗯，我平时都不爱吃这个鸡蛋的，他们家做的还不错。挺好吃的，嗯，哎，你说这个好好吃，这里面什么酱，好好吃，你看这个，应该是火腿跟面包吧，中间有个酱，哦，这个好好吃，怪不得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人推荐这家。然后那天我同事问我有没有吃过这家，我说我没吃过，我听说过，然后今天有机会就来了。嗯，好吃。老外的菜实在不好吃，早知道我不叫菜叫 potato。 你这个是 potato 是吗？怪不得我又中招了，这菜好难吃啊。嗯，他们有选择，你可以点就是菜沙拉或者是这种薯条，要点薯条，薯条好好吃啊，那个菜太难吃了。你们点这种鸡蛋套餐的时候，不要点配蔬菜，要点配这个薯条，然后不要点这种 French toast， 真的是不好吃。然后我这个点飞掉了，不应该点的。老黄说他以为老外的 French toast 就是会，你说什么放在一起，然后外面弄鸡蛋炸是吗？对，他说没有想到这样子，反正我刚吃了，我觉得不好吃，我觉得还没有普通的 Denny's 那种早餐的面包好吃呢。宝宝，这个好厚啊！拿铁咖啡上来，不是上面应该会有一些图案的吗？没有吗？还是因为他家没做？我也觉得拿铁上来不都是应该有个什么小叶子啊、小图案什么的？这个拿铁泡出来跟我在家泡出来是一样的，就把那牛奶啪直接倒进去。老黄说他对这家有点失望。
这个价格18块16块还好吗？价格算贵的，因为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，对吧？因为他们家这个东西大概就是20块钱啊，16、18块一盆儿。这个老黄说，金额还是差不多十。那还要加税加小费，20多块一份吧。然后老黄说，如果做出来是这个水准的话，就有点小失望。那么你，这就是我点那甜点上面的。那个像是蛋白霜还是什么？很甜的。哇，好难吃啊！那我干嘛点这个？真的不要笑，我真的觉得我脑子有病的，点这个东西。第一，它这个就超甜的，然后你看它里面就一些水果，就加了个蓝莓、草莓，然后下面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吐司，跟老黄点那个吐司没什么分别，所以我干嘛又花这个好像20块钱还是18块钱，我忘了。对，我干嘛花20块钱左右去点这份东西？打包回去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好了，喝完咖啡走吧，回家了。我刚还以为两杯咖啡是5块5，其实它不是，价格上写的是老黄点那杯咖啡是5块5，我点那杯加了杏仁的是6块2毛5，然后我们点的每一盘东西都是19加币，一共是72加币，你还要再加小费，所以不值得这个价格，太贵又不好吃。来，我们现在去验血了。大家拜拜。